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是愿度烦恼无尽，是愿断法门无量，是愿学佛道无上，是愿成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悉消除世事常行菩萨道，世事常行菩萨六字大明咒念的时候，各位观想你要回向的对象啊，比如说从自己最亲爱的对象开始观想，爸爸健康，妈妈健康，活的人可以，再来就观想往生的人坐在莲花，得到大家共善业，今天这么多人一起修这个善业啊，早上他们还有绿度魔法会，然后呢今日的功德，前天我们还特别有放生，然后呢
这次来已经救了两次的生命，所以当然各种的功德统统融入，叫嗡啊吽。然后现在念六字大明咒，各位叫一个一个想，想到他们，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德，是大家一起合起来，就因为你的悲心，你嗡嘛呢叭咪吽，他得到这个功德。当然你自己的亲人想完了，麻烦各位想着黑死病往生的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。我们昨天去那个什么蒙马特还是蒙特马坟墓，对不对？你们巴黎这边有两个名人坟墓，昨天我们去做烟供，也做很大啊，刚好碰到两个黑人，跟他讲一讲，讲一讲，他说可以这样，越烧越大。然后，但是无论如何都跟他们结善缘。所以，各位，你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最好你的悲心呢，就融入到整个地球世界、整个法界所有众生。你想到他了，想到马，想到往生的牛，想到往生的龙虾，他就有得到超度。好，这样念下来 ：Om Mani Padme Hum，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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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ni Padme Hum。这边要想着往生者发光，他坐在莲花上，他的外表变成阿弥陀佛，他的脸可以变成他的脸，很庄严，在微笑。谢谢大家的功德啊，他感恩呐、啊，他要去净土了啊，流产胎儿也坐在莲花上面，他们很快乐，发光，要去净土。那些被人类吃掉的动物，脱离痛苦，坐在莲花，变成人的形象。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他们也往生净土，这样观想。嗡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嗡嘛呢叭咪吽。各位在慈悲观想，地狱都变成极乐世界，地狱的众生都往生净土，恶鬼道、动物道、人类，特别人类往生者，天道、阿修罗道都发起菩提心。将来他们都可以得生净土，现场所有牌位消灾延寿往生牌位同生净土。然后这个大功德最后你再回向给你，要特别回向，他力量更大。玛尼叭咪吽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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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尼叭咪吽，玛尼叭咪吽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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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尼叭咪吽。好，请各位打开本子的第二页，然后呢，有没有看到大宝法王的相片啊？然后祈请一下大宝法王的加持。那大宝法王已经成佛了，示现成菩萨，但是念他的名号，就可以让他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第八次大宝法王说对大宝法王有信心，乃至亲见一面，七世不堕落三恶道，往生者念他的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来，有没有看到他的相片啊？第二页是吧，念下来，一心祈请尊圣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伽玛巴尊者加持法会。然后呢，大宝法王最出名的这个悲心的诗，我们念下来：善事如母众，难忍无量苦，意念苍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所以每一位佛菩萨都是如此，
不脱离轮回，只要有众生母亲在受苦，所以呢要好好的去思维众生母亲的苦，然后呢难忍无量苦，所以我们要意念的众生苦，不舍弃他们而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念来，干嘛八千哦，干嘛八千哦，干嘛八千哦。然后如果你念干嘛八千，就代表十方诸佛一起加持啊。所以大宝法王是阿弥陀佛的圆满的功德，观音菩萨的悲心，大势至菩萨的力量，三合一，那又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。所以在这个末法要示现21次，21次来度众生，现在已经第17次了。所以现在愿大宝法王的加持，各位的这种虔诚信心，对众生苦的悲心，然后呢他也可以得到超度啊，特别今天的上供下施，所以大家一起念。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更要念啊。你心情不好呢，刚刚讲了，佛菩萨都了解，佛菩萨会帮忙，这一点你千万不要烦恼。所以你念干嘛把钱哦，就像念观音菩萨一样，观音菩萨就进入你的内心里面，帮助你，让你的心安定，给我们智慧方法，乃至去超越这个痛苦。啊，这个叫遍知一切，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遍知一切，但是呢念的伽玛巴就代表所有佛的合起来的力量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帮助众生，所以大家一起这样祈请加持。来，伽玛巴切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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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佛法最重要是相信啊，诸佛菩萨绝对不会舍弃我们，哪一尊佛菩萨都是平等的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他念地藏王菩萨，他念莲花生大士，他念伽玛巴切诺，都一样。重点是信心跟悲心，我们对诸佛菩萨有信心，我们对众生的痛苦轮回有悲心，所以我们就一心念佛持咒，然后呢也因为这样，我们的这种一心，这种信心跟悲心，就把诸佛菩萨的功德帮助他们了。特别是透过他们需要，哇，众生要喝水，众生要食物，众生要功德，那我们先满足他啊，就像一只狗啊，你先给他东西吃，久了他就给你摇尾巴，再来你就有机会给他念佛，摸摸头啊，然后呢他就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，下辈子就可以脱离畜生道。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不给他面包，那力量就少一点，
所以我们特别做烟供投这么多食物啊，那特别在欧美地区，并不是很多人都是佛教徒，一般都认为死亡以后就升天啊。事实上升天有升天的条件啊，就像各位来法国要不要买机票啊，这不是相信就可以来的，有条件的。所以升天当然有升天的条件，升天的条件是什么？念一下：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守五戒，修十善业，常行布施啊。那至少要持戒，孝顺就是戒律。我们孝顺不能说哦，我不杀生，但是我不孝顺父母，那也没有持戒啊。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然后呢，进一步不杀生啊，不偷盗，持戒，又能够布施，那福报更大。所以那才有人天福报，升天啊，做富贵啊，那这是有条件的，那是一般众生不知道。所以那我们更要替他们努力啊。所以我们昨天去跑了我们市区的两个坟墓啊，7月6号我们陈主任还安排我们去华人坟墓啊，那当然去结缘的。那一天我们又跑到我们华工这边，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4万的中华，就是中国人的工人来这边做工啊，结果刚好他们要回去来一个传染病，我们那天去了就800多个人死在那边，一看通通是山东人啊，然后去那边超度啊。那无论如何，搞不好他们已经升天了，他的子孙很孝顺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超度的意思是除非他还没有成佛，我们都一直努力，他成佛了，那我们更供养，所以就永远不间断了。但是透过这个，我们很容易修慈悲心。那我为什么要一直讲？因为呢，再好的咒语，再好的经典，如果没有一个慈悲心，无量的悲心，念的都没有力量啊。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掌握住啊。所以要有这种真正的悲心，然后我们来帮助对方。所以刚刚念欧玛尼贝咩哄可以培养悲心，念伽玛巴千诺更容易感受到大宝法王的悲心加持啊。那各位一定要念到掉眼泪最好。为什么要掉眼泪？就代表你感受到了啊，生命是苦啊。大部分人是因为悲伤啊生病的掉眼泪，那也会掉眼泪，因为痛苦，自己的痛苦。那我们慢慢的由自己的痛苦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，而为他们掉眼泪啊。所以以前我们在念欧玛尼贝咪吽，老师都教我们，法师教我们要念到哭啊，代表你这个人在念了啊。如果你没有这种悲心，感受众生苦，然后呢，就算你念了100万遍，力量就不大啊。那我想感受到众生苦是一个很好的修悲心的方法，所以我每次都要教各位多施食啊、烟供啊，帮助那些可怜的动物啊，甚至故意跑去医院、屠宰场、坟墓区、老人院，这些比较能够让你升起悲心的地方啊，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然后你慈悲心多了，你就会开智慧，因为慈悲就是不为自己，只为对方，就容易消除我执、自私、正的空性啊。所以一个人很会读书，把《金刚经》都背下来啊，把《般若经》都看熟了，但是他不是用慈悲心来看《心经》，那对他来讲也不会开智慧，他只会得到佛教的知识。得教佛教知识以后，哇，肉照吃啊，哎呀，照贪嗔吃啊，那可能他很会讲佛法，但是这样力量就不大。那因为各位是在家居士啊，各位没有很多时间做修行。当然有很多人问我说，我要做四加行、做五加行，要做很多功课，我根本没办法，我要上班，我要照顾家里，根本没办法修行。所以但是最快的方法就是修慈悲心啊，因为有慈悲心的人一定会布施，有慈悲心的人一定不会伤害众生，持戒律，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忍辱，他不愿意让对方痛苦，有慈悲心的人他一定很精进努力，赶快要帮助众生要成佛，
有慈悲心的人保持禅定。所以大乘佛教的禅定不是打坐，而是不离开慈悲心啊，不离开慈悲心。那如果你有慈悲心，去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一定很快就证得空性、般若智慧。所以祖师大德、阿底峡尊者、中国巴大师、吉天菩萨都会告诉我们，慈悲是证得空性、消除我执、烦恼、业障最快的方法。慈悲是最快速成佛的方法。所以我想各位要把握很多机会去修慈悲心。那你要修慈悲心，那你要守慈悲心的戒律，那就是基本上你不会去杀生啊、偷盗啊，你不想生气啊，进一步哪一天你就会慢慢吃素啊，因为有了悲心，想到他们的苦，那些动物的苦，你就不愿意去吃他们的肉。所以大宝法王在世界各地也告诉我们，修慈悲心，那你要想一想众生的苦。所以如果你继续吃他的肉，然后说我们在修慈悲心，那就骗人了啊！那如果没有慈悲心，那你修的佛号、念的咒语、仪轨就没力量啊，没有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大乘佛教没有这个慈悲心做基本，那我们念起来就没有功德啊，就没有加持。所以因为有慈悲心，所以才会想要成佛，叫菩提心啊，所以我们讲菩提心的人，如果没有真实的慈悲心，那不可能有菩提心啊。那有真实的菩提慈悲心，他才有很容易进入空性无我，因为他想的是别人，想的是众生。所以有些人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师父怕鬼啊，怕鬼就是一种慈悲心不够，怕鬼就是一种保护自己，我怕被鬼欺负啊啊。”那如果你一直修慈悲心，慢慢你就不会怕，慢慢你这个我就不见了，就很容易成佛。不然你永远都会怕，事实上，怕鬼的人，请问死了会不会做鬼啊？越怕鬼越容易做鬼啊，因为执着嘛，怕就是一种执着，爱也是一种执着，怕也是一种执着，那你反而很容易堕落这个。所以各位，那你要透过慈悲来超越这个怕这个障碍，慢慢慢慢你就会去参加助念，慢慢慢慢你看到报纸有人自杀，你自己牌位就会拿出来自己写，写一写自己念，这样自己回向。我去做烟供超度他很快，我念地藏经超度他很快，我受戒律超度他很快。还有一种超度最快的，你讲发菩提心，就是说你看到有人这边又有恐怖攻击，乃至大车祸死了90个人，飞机掉下来死了100多个人，那各位你 绝对不能说这个跟我没关系，你马上要帮他写一张牌位啊，飞机堕落死亡之100多人，虽然你不知道他名字，羊上不用写你名字，写一下来常住三宝，因为有些人不敢写名字啊，万一找你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当然如果是你的祖先一定要写你的名字，那如果是其他的跟你没直接姻缘，那你就写个常住三宝，就是佛法僧三宝超度他或是写大乘常住三宝然后呢变成阳上，然后去超度他，帮他写牌位。那写牌位以后，你做各种的修行观想，然后你再去把握，看哪一个效果很好。那一次成功了，那你下回就知道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。所以每一次你就会很有信心的。以前是怕，现在是我很有信心。我如果去帮助他，他就可以往生净土，至少可以超度，你会很快乐。这个叫什么？来。慈悲的快乐，积极的行动你就会很认真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些食物我们去做烟供，替他上供下施，布施给鸟吃，那天我们出来他们很多鸽子一直布施给他们吃，这些都是施食。所以我要把施食在经典的功德跟各位念一遍，
那希望大家各位本质没有增加信心，增加信心啊！释迦牟尼佛，我念就好。释迦牟尼佛在一部《相法决疑经》里面说，他说，如果有人用无量阿僧祇劫很长的时间，用这个身体啊供养十方诸佛菩萨，一切佛一切菩萨，一个出家人就是说我生命都给佛菩萨了，无量时间的供养三宝，不如有人布施给动物一口饭。你布施给动物一口饭，包括一只蚂蚁的福报功德百千万倍，超过你供养所有佛所有出家人的功德。各位相不相信？你一定要相信，慈悲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你用一口饭给一只鸟吃，一只鱼吃，超过供养十方诸佛无量劫的功德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又跑去把所有他们的面包通通买回来了。我们住在那个华天中国酒店，还有个好处啊，窗户打开就嗡啊嗡，海鸥就沉下去的给鱼吃啊。因为那边我发现很多人在钓鱼，钓鱼就是有鱼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鱼要吃才会被上钓，所以把它捏一捏沉下去，没沉下去的海鸥吃掉，那等于供养阿僧祇劫十方佛菩萨声闻的功德，哎，太重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光布施给动物是如此，何况布施给恶鬼道，那功德更超过布施动物百千万倍。为什么？恶鬼道更可怜，没东西吃，动物还可以去找东西吃。所以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说，鬼神得到人类布施一口的食物，他生生世世百千万倍还你功德，这样啊。所以各位叫舍一得万，你布施给这些孤魂野鬼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走到哪里啊，像我们在巴黎街头任何地方都傻傻，那些外国人问我 What are you doing？ 啊，你不能跟他解释太多，我说给鸟吃，他说没看到鸟，等一下就来啊，因为要给那些孤魂野鬼，然后就喷这个喷这个啊。有些人听我们解释他觉得很有道理，有些人就觉得很不屑，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我说干脆上面写个哈利波特，要写好写好啊，圣水，免得他以为我们在泼什么油啊。事实上孤魂野鬼无量无边啊，所以佛陀说你能够布施给孤魂野鬼一口食物一口水，得到百千万倍的回报。佛陀又在经典说啊，他说布施一颗药或是有药的水果，你可以得到九十劫的幸福快乐。所以各位没事就要布施药给出家人啊，出家人是福田，父母是福田，翁阿訇就给他撒到树林里面去，这样这样也可以啊。这代表布施食物跟布施药，那如果你有中药粉给他加在水里面泼出去，这样也可以啊。那当然如果用烧的力量比较大，它味道比较远一点。所以佛陀说布施一颗药可以得到九十劫的幸福快乐，分一口食物可以得到千万倍的资财。各位，有钱重不重要？你有钱才可以利益更多众生，所以慈悲的功德佛陀在经典里面说。再来在《丈夫论》里面说啊，慈悲心布施给一个人，功德如大地，所以慈悲心最重要。你慈悲心布施给一个穷人的功德，功德如大地。但是为自己布施给所有的人，得报如戒指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各位知道布施功德很大，但是你是为了自己赚钱呢，啊，为了自己自私的利益在布施，那功德就很小。啊，所以虽然你生病你要发财，但是你用慈悲心去布施给这些可怜的众生，功德就很大。最后你再回向自己就好了，不要只想到自己。这佛经说悲心施一人，功德如大地，为己施一切，得报如戒指。所以
救一厄难人胜于一切事，所以你能够帮助一个可怜的众生或是可怜的人，与悲心就超过所有一切的布施。佛陀又说，众星虽有光，不如一月明。所以天上很多星星虽然有亮光，但是不如一个月亮的光明。那月亮代表慈悲心啊，所以你虽然全世界你都布施了，但是你不是用慈悲心布施，那功德就不大。再来，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又说了，菩萨做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，乃至布施给动物的食物，一口饭、一粒米，都发这个愿啊。发什么愿呢？来，当令此等众生脱离畜生道，利益安乐，就近解脱。那所以各位，你做烟供也好，布施给鸟，那你要有这个念头，希望这个鸟啊、鱼啊、众生啊脱离畜生道，将来得生净土，你要有这个念头啊。那如果这样去做，菩萨如是专心细念一切众生，所以做一个菩萨，以这样想了众生苦，以彼善根而为上首。如果你有曾经有这个悲心，用这个善根去做布施，那为其回向一切种子，然后呢，以做这个大功德，还要这样念：来，当愿众生同成佛道。所谓一切种子，就是说，希望这只小蚂蚁啊，这双鱼啊，这只鸟啊，将来也得到佛陀的智慧。所以菩萨布施是这样布施的，不是为了自己的长寿快乐。简单的说，因为想到对方很可怜，你布施一点点水，撒一点点米，然后呢，希望他们这一辈子得到快乐，来世解脱，将来成佛。那菩萨天天都以这样的悲心想了众生苦，走到哪里都要布施。包括各位看到花，路边有花，有草，你要跟它洒洒水，因为这个花草里面就有一些鬼神啊、灵魂在里面，特别树，然后树上有蚂蚁啊，还有这些鬼道，给它撒一点米啊、水啊、食物啊，然后做布施。所以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说啊，佛陀过去世曾经有一世为修一慈啊，就是说佛陀有一世一辈子只有修慈啊，因为一辈子修慈悲心，经此劫是七反成坏，就是说假设这个世界七变坏了啊，地球毁灭了又起来，毁灭了起来，这个世界七变变坏，那么因为佛陀曾经一辈子修慈悲心，就不会在这个会变坏的世界轮回，七次不来这个变坏的世界轮回。而且呢，等世界变坏的时候，修慈悲心的那一世，他就会升到光阴天啊。光阴天有个讲法是人类就从那边来了，在色界天，然后世界又有的时候，这位菩萨就会升在上帝的天，叫梵天，做大梵天王。而且大梵天王做完，还要做36遍的玉皇大帝。如果投胎做人呢，无量百千世做转轮圣王，一直到成佛。佛陀的意思是说，他曾经过去是有一世修慈心，经常布施，经常布施帮助可怜了，所以永远不会投胎在不好的地方，要么就投在光阴天，要么就做上帝，然后做36遍的玉皇大帝，最后成佛。因为什么？修慈悲心。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告诉各位，那做功德不是说花很多钱，念一下举手之劳啊，所以各位举手之劳啊。所以佛陀又在经典说，捡一汤匙的饭，各位你在吃饭，慈悲心拿一汤匙的饭布施出去，念一下七反升天，那你就可以七遍都在天上想，捡一口饭，每天捡一口饭。再来施一团面现灯王位，你在吃面的时候，那这边的什么意大利面是吧，随便什么面，你就拿一点点面布施出去，这一辈子做国王啊。佛陀在经典，佛陀在报恩经里面又说了，大报恩经他说，如果有人
经常用饭、食物或是好的东西布施给别人，让别人这个人本来要生气的，脾气不好，因为你布施食物或东西给他，他就不生气了，他就微笑了。以这个因缘，你生生世世得两种相，念一下金色相，就身体变成金色了；第二个长光相，身体永远发亮，像阿弥陀佛一样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对方要生气了，你给他一点食物，给他一点快乐。所以我每次坐游览车，我都会口袋放20块、50块欧元，下车了给司机啊，他一定是那个最漂亮的笑在等着你啊，啊，那以后你也会得到好的相。对各位养成习惯，那佛陀在经典这样告诉我们，做这些布施。另外还有一个故事，讲完我们就去回向下课了啊。在《咸鱼经》里面，过去有500个生意人，为了入大海采宝，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方向，就找了一位受五戒的修行人。受五戒代表他不会骗人，所以他们请他带领这500个商人去海里面去采宝。但是呢，这个商人带着这个受五戒的贤者带着500商人入大海，突然海神现前，海神就挡了这一部船。海神呢，他不让他采，但他问一个问题，海神就从手上拿一盆水，问这个修行人说：“我手上的水多，还是海里面的水多？”各位，哪里水多？你会说海里哦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位守五戒的他就说了，他说手上的水比海里面的水多。那海神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样回答？”因为这个修行人说：“我手上这一杯水拿去供养三宝或帮助众生，他功德永远在。但是呢，你大海的水呢，太阳怎么晒，最后还是蒸发掉。所以海神呐、手上的水比你海水多。”哇，海神高兴了，找带他们去找珠宝。这样，如果这一关他过不了，他就不能去找到珠宝。所以当然佛陀这样讲，手上的一点水你拿去布施，超过世间大海的一切布施一样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布施了一些饼干食物，很多人说烧掉浪费，事实上福报大不大？等于供养三大阿僧祇劫佛菩萨阿罗汉的功德，等于生生世世能够让我们成佛的功德啊。所以我想做功德，各位千万不要说哦，我是修哪一个法门高啊低啊，我没读书啊，哎呀，我没有这样想。读书的人不见得会布施啊，大法师不见得会布施啊，啊，所以但是呢，这些对我们来讲太容易，而且也因为各位是华人，懂得大乘佛教，那我们有鬼神的观念，我们有祖先的观念。死亡者不是拜花，拜花吃不到啊，死亡者要拜什么？替他拜一个食物也好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没事就买1-2条面包食物，就去那个坟墓前面给他摆一块，我用这一块替你供养诸佛，这一块布施给众生，回向给你，你放一块饼干在他的墓碑前面就好了，你就跟他结善缘，替他这样观想供养诸佛，下世有情。没多久那些乌鸦就会把这个饼干吃掉了。鬼道先吸味道，乌鸦吃东西，那你就跟他结一个很好很好的缘分。那我想各位，你每天想到市场啊、屠宰场啊、医院的人啊、读书的小朋友，他们都还在轮回啊。但是我念了这么多功德，佛陀说不要为自己想，念一下悲心施一人。我们是以慈悲心为这个人布施，功德如大地啊！所以那你要为全世界的人布施，所以也为所有六道众生做布施。那希望各位多念，为什么？很多人都在造业啊！
你看到路边啊，有人在造恶业，那边有人在抽烟，那边有人在钓鱼，那边有人现在生病，业障现前了，所以你要帮他念嗡班扎萨多吽的意思啦。心里想着说，希望你业障消除，没有痛苦，然后念的嗡班扎萨多吽这样。那咒语就是佛菩萨的一种愿力，真实愿力的力量。他发愿了，你只要念我阿弥陀佛，愿意念必定往生净土。你只要念我阿弥陀佛，消除无量业障，这就是真言的意思，咒语啊。所以咒语就是集合起来很大的力量，帮助对方消业障。好，那现在要把结缘品发给各位，那发完以后我们就要去回向，还是要再发一次，是吧？今天有大随求咒的手环啊。也给上师他们上师吹口气，然后呢等一下发完，各位这样好不好，跟再做一次功德，上供下师，就是各位等一下去供养上师好不好，他为我们九美上师发大心，在这边在洛曼地还有一个道场很大，度了很多外国人，也可以让他们禅修啊。各位如果有福报，也为用父母祖先的名字为生病者为他们供养啊，难得有这么多出家人供佛斋生，可以让往生七世父母升天，现世者福寿无量，那你们可以去供养，或是明天还可以供养，你要每一位上师都供养一包红包也可以，还是你拿一包，等一下义工菩萨帮各位发分给现场的上师好不好啊，你供养十块，他们就帮你供分成六份，每一位上师都供养到，那这样很好，父母消业障，子女健康，而且特别回向给往生者堕胎胎儿得到上供下施的功德，难得有这个机会啊。这一张是莲花生大士的坛城，这个坛城你就贴在家里，就是等于莲花生大士的加持一样，净土啊，用坛城，不动佛有不动佛的坛城，每一个佛都有一个坛城，就这张，等一下走在外面，然后贴在手机上的是孔雀明王的，还有不丹的烟供香，等一下出去再拿。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海涛法师弘法行程。三月三十一号礼拜六，释迦牟尼佛涅槃纪念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度罪两百劫，故是月阿弥陀佛受成功的日。善行以恶行成一百一倍。暗时七点半，华林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心灵讲座，讲题快乐来自于慈悲。联络电话：03-831-1673。四月一号礼拜日，开宗圣王千秋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八点半，华林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活动中心，不管在界，好生点万灯，共万水，要将甲慈悲时时发挥。暗时七点半，心灵讲座，讲题生命的智慧，联络电话。03-831-1673。四月三号礼拜日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度罪九十劫，故是月观世音菩萨受成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十一倍。上午八点半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兴弘观音菩萨圣诞精进会，特别举办清明报恩孝亲八关斋戒。好生点万灯，共万水，要将甲甘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9319。四月四号礼拜三，观世音菩萨圣诞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十点，亲到普观福德院，兴弘观世音菩萨圣诞，特别举办北区联合好生。点灯要将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。四月五号礼拜四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八点半，台中五峰讲堂北关斋戒甲药师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4-2238-9987。四月六号礼拜五，普贤菩萨圣诞，故事月地藏菩萨受成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亿倍。上午九点半，嘉义慈悲庵兴弘普贤菩萨圣诞，特别举办清明孝亲报恩龙凤圆满法会，甲年度功德主点万灯圆游会。联络电话：05-225-5888，05-216-6700。四月七号礼拜六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十点，台南麻豆好生园清明孝亲报恩，好生点万灯，共万水，慈悲时时，甲龙凤法会圆满回向。联络电话：06-571-9119，06-213-1112。四月八号礼拜日。念龙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度罪一千劫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十点，高雄中都潭地公园附近，龙凤圆满日，南区联合举办好生点灯，要将甲大蒙山慈悲时时超度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7-710-3522。07-556-9911。四月十号礼拜日，故事月莲花生大师受成功德日。四月十二号礼拜四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八点半，分林七十度做七千劫，故事月功德日，善行以恶行成一千倍。上午八点半，台中五峰讲堂。四月十五号礼拜日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度罪八千劫，故事月
释迦牟尼佛思想功德日，身形以恶形升到千一倍，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一点半，不管在家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三楼之一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 04-2238-9987。生命电视台举办2018年最新不丹旅游行程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107年5月14号星期一至107年5月29号星期二，共16日。行程安排走访喜马拉雅山脉中雷龙的故乡，体验不丹的单纯与非凡，独特古老清净纯洁的稀有国度，参访莲花生大使、龙钦巴尊者、贝玛林巴佛藏师所留下的修行圣迹和众多神圣的寺庙，到莲花生大使闭关的山洞朝圣，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等待您来亲自体会哦。详细行程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电话02-2550-9900 02-2550-9900，传真02-2558-6600 02-2558-6600。世上最大的恶业，莫过于杀生害命。最好消除罪障的方法，莫过于往生。生能消弭杀生的恶业，减少灾害的发生，也能我们不仅希望动物获得安乐，特别透过实际的放生，愿能带给他们花生大师有说，如果你能够救一只要被杀的羊，等于出价越大，所以我们救的体积越大，那功德力也越大。不丹人就很单纯，你给他买多一点，然后说好皈依，那以后不要再杀牛，好，他就改了，因为他们很单纯，而且上师慈悲感化他们，这上回有很多杀牛户一起很虔诚的这样子的忏悔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感动。那时候想，那我们也要忏悔。慈悲的海涛法师再一次地到来，总是尽己所能地抢救牦牛等物命，希望他们免受屠杀之苦。无形中，当地的四载村民感受到师父与菩萨们的护身善行，让他们渐渐地放弃杀生，不再买卖众生血肉。我们一心祈愿，愿所有生命都能脱离刀俎的恐惧，获得新生，无忧地享受生命的美好。
牦牛非常聪明，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族群，二三十只一个族群，二三十只一个族群，照顾得非常好。那所以他们当地的人，包括藏人，如果迷路了，就牦牛啊，请他们带路，他就会开路。所以牦牛智慧非常高。那牦牛长的地方至少在3000公尺以上，所以他们出钱买了一部车，帮忙在牦牛杀到10个钟头的山上啊，那他们就方便了，因为他们以前不太方便。那这样就有一部车，随时可以载这个牦牛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他们就一辈子自由在那边了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因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因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语：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。当我们看见动物面对屠杀时的惊恐表情，恻隐之心油然升起，而这一念不忍即与大悲观音产生共鸣。师父说，若能进一步保护生命、救护生命，则是在例行诸佛如来的慈悲大愿。实践菩萨之道。